红雷哥，这个你平常叫什么？就是叫红雷哥。他不是喜欢人家叫他什么雷雷呀、啊，什么阎王啊？喜欢像诗音姐姐那样的人叫他雷雷，像我这种就可能还叫红雷哥吧，还是。这太小气了。今天问到我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如果你给孙红雷老师打分呢，颜值打分，你打多少分？满分100分。别叫孙红雷老师什么？你就叫雷雷又能怎样？帅雷雷。我在拍戏的时候。我说以后你能管我叫红雷吗？以利于我们之间在戏中谈个恋爱什么的，死活叫出来。好的，红雷哥，我说叫红雷。啊，谢谢红雷老师。其实你们私下相处的时候也挺好的啊，真的。他是不是像个小孩似的？对，我们在现场真的特别欢乐，但是我也就很纳闷，因为我们在一块拍戏，有时候会笑场。就我是那种，其实我以前不是很爱笑场的，但是自从拍完《好先生》这部戏之后，我不光。练就了如何就是很走心的去诠释一个角色，我还练就了一身笑场的好本领。我那个拍戏跟他吵架，吵架完了之后我就得这么看着他，然后还一脸的很愤怒，然后突然间红雷哥就笑了。你有说错词儿下场的时候吗？那都没有。那唯一的原因就是红雷哥说了，我觉得你长得太逗了。有时候我之前也拍戏，也是合作，都还是跟我大概同龄的男生。也跟我一拍就笑场，也不知道怎么年龄段吧。他也觉得你很逗，就真的觉得我很逗。我倒觉得小童身上，所以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就。